王国英冻笃笑，抽水停不了。上星期六晚的医馆，愤怒金句和王国英搞他个人 talk show。 满不满意这个入座率啦？OK 啦，即係其實我諗你有八成總左多八成左右啦，我估。因為你係左右兩邊係冇乜啫，咁你前邊嗰啲就冇辦法啦，啲 VIP 嗰啲 invitation 你都知，有啲人唔 show up 都冇辦法噶。唔緊要，現場氣氛好就夠啦，所以佢一開波就自嘲個場坐唔滿，仲將清姐擺上台添，話唔夠清姐出名，有人揾佢賣廣告啊！跟手就讲下点解名牌股啦，又借题发挥话公司找代言人 sell 产品，卖3000蚊嗰啲肯定好过卖30蚊，又串清姐一镬。不过唔止清姐噶，话自从金融海啸后，散户闻股色变，所以好多股佬叫大师啊，系因为啲股怨气重，佢哋唔系推介，系打斋。我自己度嘅，因为即系。因为呢啲嘢好难搵人写嘅，其实系，咁啊，全部都系我自己度嘅。个 show 仲有唔少金句噶，例如买品牌股买西唔买中，工业股就买下唔买上，全部都有佢牙尖嘴利嘅本色噶。